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贾。本来今天一早准备上威海呢，早上起来就开始拉肚子了，已经给我拉虚脱了。然后我又上诊所又打了个屁股针，又拿了点药，现在 好多了。现在准备往威海走。有人好说了，说小贾是不是神经病？为啥就是说拉肚子都拉虚脱了，还要去威海去爬山？我先给大家卖个小关子，一会儿再告诉大家怎么回事。来，现在出发吧。现在我到烟台南站了，现在进去买票。票我已经买好了，1:59的票，在这等火车呢。这按摩仪挺不错的，我得享受一下，按摩一下，让他给我。是不是挺好的？你看，他会捶背。我现在已经到威海了，我现在去买点水果，买点香。现在知道我要去干啥了吧？现在往仙谷顶走，打了一辆出租车。我现在已经到仙谷顶了。我来的时候是阴天，到仙谷顶以后出太阳了，太阳还挺毒的。我现在过去买票。哎，你好。那个一个人啊，门票现在优惠啊，半价49，49一个人哈。坐车吗？这个车就这个车来回的，20来回啊，一共69。哦，行，好嘞。那你可以扫码去。行。正好今天没有力气爬，坐车上来吧，20块钱那个车票，也省事儿了。这里就是仙谷顶，这里边住着一个仙姑。现在已经到这个仙谷顶这块了，我让你们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哈。这个就是仙谷顶，老辉煌了，你看老高了。所以我带你们上2楼去看看。这个2楼的4面全部都是仙姑，每一个都是，这全部都是四面的墙，全部都是。这都是那个个人或者是企业在这儿请的神像，供奉这儿了。等我有钱了，我也请一尊神像放这里。啊，好高啊！你们能不能看到那个庙？就是太远了，我今天没有力气，我就不往那爬了。像不像孙悟空变的？过来还愿来的。然后买了点水果过来拜一拜。其实这个不是在仙姑顶上，这个不是仙姑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神仙。我把贡品给他摆上吧。是我之前在这个许了个愿望，然后这个给我实现了。我今天过来是过来还愿的，买了点水果啥的。这个就是仙姑顶的下边，我今天就不往下爬了，实在是没有劲儿了。等我有时间再过来爬吧。不过这个仙宫神殿还挺漂亮的，特别高，特别大。车来了，我要坐车回去了。今天还完愿了，心里边的一块石头也落下去了。今天说实话，出来一天也很开心，挺开心的。现在时间还有点早。我上威海再溜达溜达，去吃点小吃什么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在这儿，咱们下期见吧。